回到乡调参采会为顶礼拜开始，就请各地游客前来欣赏。大家拢有数千人来到回到乡会看调参采会，带动回到乡未少商机。伫天气好的状况，采会调参边仔的麒麟柱嘛开甲真水，有兴趣乡亲一定要把握时间前往欣赏。麒麟柱一个叫做秀山花，卖卖花，花是紫色，有30公分长。外形就亲像是山寨版薰衣草，真适合种伫咧花园或者是盆栽内底。麒麟菊伫中部真少有人种。花坛乡公所伫今年引进花坛，种伫咧菜园稻田边啊，就是希望乡亲免到外地，就当看到美丽山寨版薰衣草。伫国外，某人认为伊亲像是响尾蛇的尾柳，所以叫伊蛇鞭菊。伫风的吹动之下，是非常的水。只是花期有限，所以赏花要紧。吼，咱的稻田彩绘季吼啊，搭配花海吼啊，咱的活动加较精彩嘛，较多元吼啊。咱的花海除了吼金针花之外吼啊，天使花、千曲花，啊，佮有其中这麒麟菊吼啊，开啊上水啊。另外这麒麟菊吼啊，它类似我们薰衣草，其实它比薰衣草还漂亮啊。最近吼刚开始要盛开啊，所以花季哦大概有一个月左右啊，所以这一个月吼啊，欢迎大家吼啊来花坛看一下吼，我们的稻田彩绘啊，咱的稻田彩绘，我们的图案是当用咱的啊文德公的福德老爷哇，这福德了庇佑这块土地啊，庇佑这块土地上的居民啊，所以呢，希望讲吼哦，大家来这托来讲保庇者，啊，搁来阮的丁白文化，啊，搁来阮的油啊。啊，万年花啊，今年是狗年，把咱花坛的特色吼啊融入在我们稻田彩绘的图案之中。啊，过来呢配合这花海，接着呢我们北南侧这里吼啊，大概在一个月哦，会有大概4-5千坪的北海道太阳神向日葵。啊，所以说讲到十月中吼啊，拢会当陆续来这看花。花坛乡公所连续几年以稻田彩绘吸引游客来到花坛，在今年的中秋连续假期，佫开始造成轰动。大家拢上千人次来到花坛赏花，所以花坛乡公所今年伫三村老厂附近做了2.3公顷的农田，种伫菜花稻田大约4分地，太阳花1公顷，佮有6分地麒麟菊，目前正在盛开。欢迎各界乡亲有时间会当前来观赏，并推荐花坛新农特产品、台湾种的优柑系列产品。新中华新闻北平林花坛采访报道。